OK，好吧，我们在核弹镇这里睡了一个晚上，然后顺便治疗好了我的残肢，还有做一点买卖，来减轻一下负重之类的。好，基本上呢，Welcome home, madam. 谢谢，好，基本上装备上没什么太大改变。决定带这把 Desert Eagle，然后我的猎枪，还有一样 M14 跟这个冲锋枪跟散弹枪，子弹都不是很多啦。然后稍微维修了一下我现在这个战斗装甲，因为原本状况其实有点糟。然后还有，顺便跟莫伊拉买了一个新的背包，基本上负重一样是增加50啊，50公斤应该是，只不过这个背包比较好看，比较适合我现在穿着这个战斗装甲的风格。好吧，好，差不多就这样。好吧，OK，Let's go。然后呢，我们现在可以回去找那些莱利游击兵。我猜他们应该是想要给我一点报酬之类的吧。不然没有什么道理叫我去找他。莱利的游击兵回到游击兵营地向莱利报告。那看起来是要从铆钉城的这边某个地铁站直达游击兵营地，所以就让我们出发吧。Revisity。我，停车技术有这么差吗？OK，走吧。没错，我就记得我在这边有看到地铁站。存个档。阿纳考斯提地铁站吗？没错，然后一路向北就可以到达他们的营地。我真不懂为什么他们营地要建造在这么偏僻的地方。好吧，这里我们没来过。所以最好小心一点。坍方了。Oh, what the fuck? 安克雷，哎，天呐！哦，shit，被他们逮个正着。
前面的好像。他是躲在厕所里面干什么？你看他在这边拉屎吗？安克雷军官制服，战斗散弹枪。你有一个防毒面具，我不得不说你的造型打扮还蛮酷，还蛮酷的、欸。哈哈。我一看到你花园，你是从别的游戏穿越过来的。我说的别的游戏是 Stalker， 哈哈，着实的吓了我一跳。也太黑了。不是很确定他是不是敌人呢、欸？是 ，Raider。为什么又有安克雷又有土匪？这是怎么搞的？太暗了。OK， 都解决了吗？话说他们都拿那么烂的枪，为什么可以射得到我？超级不合理的。对啊， 10mm pistol， 搞什么？全集画报，Mantis。好吧，所以我还是搞不懂为什么那安克雷军官一个人在那里。哦，我 ，What the fuck？ 你从哪里冒出来的？啊！fuck！ 真的是 fuck！ 啊！这也太夸张了吧！这就是我完全不小心的下场。
我的妈！What the fuck！ 你到底要不要？我有给你枪哦，你不要给我不用哦。我看有没有我有没有消音容器，应该是没有。唉，好吧，这样所有人都一起惊觉了。What's the matter, huh? Can't stand the sight of your own blood? 好吧，这次顺利许多。话讲太早了。斗犬。好吧，他蛮笨的，不愧是叫斗犬。废料战刀、金属装甲，好吧。那家伙刚刚到底从哪里冒出来的？我没有看到任何人。还是他已经被干掉了。真的没看到人，任何人了。好吧，不过我们要去哪里呢？
就在这里。这里又一个地铁机器人。我应该拿一点食物才对，现在其实有点缺食物。What the fuck？ 这里是哪里？这里已经看起来不像地铁站了、欸。而且貌似是没有人的。大家抽毛病吗？他跑去哪里了？你真的不打算？ Yeah。Okay. I hope you brought me some cool stuff. 我有给你十字钟，但是你始终都不想用。话说他是从哪里冒出来？
好吧，这里是出去，回到之前的地铁站。等一下，我这个拿了没？拿了。你觉得有点渴？好吧，那应该是，没错，应该是这里。喝一点水吧。又有谁要朝着我冲过来了？哦、oh! ！这个地方到底是怎么回事？哦，选，终于升到八级了！天哪 ，FWE 真的让升级变得非常非常非常缓慢呢！天哪，啊，嗯，好吧，就这样。沉重的猎手，稳重的猎手。你是一个使用猎枪天才，并受过严格训练的步枪兵。有了这个特性，你使用任何猎枪型武器都是致命的。突击队使用步枪时，你在 Vest 模式下命中率提高 25， 暴击伤害提高 10。但是我很少用 Vest， 千肚皮。辐射过饮水，不再受到辐射。量子风暴，经验老道。当你的目标敌人在换弹夹时，你在 VAT 的精准度提高，提升你的伤害抵抗力 6%。 看，听起来不错欸。歹徒猎杀者，你无疑时的歹徒们在招惹别人的时候，都会先三思而后行。超级变种人克星，使用 Vest 对付变种人获得更高精准度。不偏不倚，上颚只为普通时获得额外的30点口才。不要手榴弹。3D 综合症。什么意思啊？看不懂欸。训练狂，属性加一点。蟑螂猎人标，一神，命运之骰，人生充满了惊喜。当你有了命运之骰这个特性后，命运之骰将会左右你的战斗情况，让你的幸运来引导你的命运。我记得我幸运非常低欸。单枪客，命中率大为提高。这里好多技能都跟那个 Vest 模式有关，但是我真的非常不是很喜欢用那个。蛇蝎美人，对你所有男性目标加 10%， 对，和异性对话也会有特殊选项。枪迷，女神副业，好吧，选这个蛇蝎美人，战斗中对所有男性目标伤害加 10%， 感觉挺不错的。毕竟，我个人觉得，男性好像比较多欸，在这款游戏里，敌人男性好像占多数，所以我选这个应该不错。OK，
二耐力减一，力量减一，好吧，我就说我缺少食物。就在我们的北方，北方其实算蛮近的。那个方向 ，radiation。什么都没有。前面那栋是 DC 的那个标志性建筑吗？从这里居然可以看得到，真是太屌了。好吧，你们想从哪一个门口进去呢？哼，先上来这个好了。有够暗的。有人在家吗 ？Whisky。差点都忘了继续收集 whisky， 用来做的摩托车燃料。好吧，好像没什么人啊，所以应该可以打开我的 Pip Boy 的光。哦，点火器需要一个，用来做弹药压制的。还需要什么？不记得了。这房子还真小，真挤。二楼。Oh, what the fuck！ 哦，长毛象，cool！ 还有小冰箱，当存钱筒用的 ，cool 哎。还有什么有趣的东西吗？死掉地鼠。哦，我不小心拿到什么鬼东西了，算了。好吧，好像没有三楼了。
蛮有趣的一个公寓。那这里呢？闭嘴！闭嘴！闭嘴 ！Master of ceremonies. News time, children. Now, believe it or not, shut up. Fuck. And every few years or so, someone comes scrabbling out. Wake up, wasteland. It's me, Rita. Oh, 天哪 ！Shit. All the music and news your little hearts can handle.Seems we've got a bit of news. Just listen to this. Shut up. People of the Capital Wasteland, it is I, Three Dow, your ruler. Hear me and obey. Oh, sorry. Oh my God. 到底是哪一个收音机在吵啊？啊，算了。特价电视。好吧，算了，我已经放弃找出这个音乐到底是从哪里出来的。YouTube 要给他。告就给他告吧。莫非金属。哦，他刚才是不是提到我的大名了？Three Dog, ow! 好吧，他刚好在报道我的事迹耶。从101出来的小孩，从101避难所出来的小孩。哦，弹药箱。哦，哇、哦，快跑！啊！好吧，我们还是要往那里走。但这里被封死了，看来我们没办法超捷径。哎、欸，等一下，刚刚错过这里。不然你在干嘛？天哪，到底有多少只？干嘛？跳过去。不行。我们到底要跑多久哈？
手术刀、钳子，这些东西都蛮有用的。剪刀，手术刀。是不是负重又过多了、啊？真是烦！哦，是这些小地鼠哦，在跑来跑去，哈哈，好可爱哦！啊，不要跑，我不会伤害你的，只要你不咬我的话。那这里有没有什么东西？Red X， 我开始觉得你们有点吵了，你知道吗？你们到底哪一个是医生，哪一个是护士，然后又哪一个是病人呢？小地鼠，你到底要把我带去哪里呢？金属装甲，太重了。哦，终于治疗针。好好，我不打扰你们了。虽然我杀了你们的爸妈，虽然我对我杀了你们的爸妈感到抱歉，这样。不过说句公道话，是他们先攻击我的。啊，不要打扰他们安宁的生活。还有哪一些物资可以进去？这一个看起来可以进去。通往 Voltech 注册中心，欸，刚刚那群人是谁啊？不然你来得及看仔细看到吗？哇，你长好帅啊！不要跑！他妈的撤退，你已经没有地方可以撤退啊！
啊，不过刚刚那个男的好帅哦，让我稍微不忍心杀他。他们身上也有一些好东西。他们不过 Talent Company 为什么会在这里？不然挡住我了，不然。哦，哈哈哈哈哈！天哪，不愧是避难所科技的，好多啊！还101避难所的，我已经有一件了，不需要。这只超大的，我好想带回去哦。天哪，这些都是纪念品就是了，好酷哦。非常简单。然后刚刚还有一个这个，对啊，等一下，可以。我靠，阿正长得超帅的啦！靠腰金城武哎。Just want to start a flame in your heart.